Hey, 大家好，我 Hero。最近学生啊，他们在选下学期的课，我都会提醒他们，拜托不要再选我的课了。你们知道期末我要改多少作业吗？我现在有四个班，每个班60个学生，240个学生，每个同学收个5分钟的影片作业就好了。我要花1800分钟，30个小时来看，是不是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的数学是不是不好，算错。告诉各位，没有。是因为我要花600分钟来洗我的眼睛，期末作业看得有够伤眼，是不是？拜托，不要再选我的课，千拜托，我拜托，求你了。